Today I will be doing the masks review, but before we hop into the topic, I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the giveaway prize has already sent to Jane. And here is the receipt from the post office. Jane, if you are watching this video, let me know after you receive it. Hello，大家好，我今天是想要做姐妹淘网站买的那个惊奇面膜的心得感想分享。那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呢，是想要跟大家讲说，那个赠礼活动，面膜的赠礼活动，我今天早上已经把礼物寄出去给得奖者 Jane 了。那 Jane，如果你听得懂中文，然后你收到的时候麻烦跟我说一声哦。那这个是购票证，就是我寄的那个收据。那很抱歉的是，就是我没有拿到那个 tracking number，所以Oh, by the way, I will send a message to you, Jane, regarding the giveaway. So, Jane，我等一下会再寄一个那个 message 去你的inbox 里面，所以麻烦你等一下再就是看到的话，看一看你的 message。Okay. Oh, and the mask review will be in Chinese. It's because I'm in a rush and it's a little bit more difficult for me to, share my thought with you in English.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n it's okay. You can, turn it off. Okay. 就是我之前在姐妹淘网站就是买了一些东西，那我也有录成影片。那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影片的那个链接我会把它放在下面的那个 info box 里面。那我之前在姐妹淘网站买的产品里面有其中一个就是他们的惊奇的面膜，就是这三种。它就是里面我买的是一个组合，它有金前、惊奇和惊后的面膜。那它不是说惊奇面膜就是7天，它好像是只有3、4片吧，就是惊奇中间那一段时间的面膜，它好像只有3、4片，它没有到7片，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惊奇时间不一样吧。那前中后我都敷了，那我只有中间那段时间有录影片跟大家分享，那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我刚洗完澡，然后呢，现在要敷这个惊奇面膜。等一下放上去再给大家看。已经放上去了，然后我嘴巴不能张太开。这款面膜呢，跟金钱面膜覆盖度差不多，就是可能我的鼻子比较大，所以这边都还是有一些空白的地方，就是没有盖到的地方。那其他的脸侧边、下巴、额头其实都有，大部分都完全覆盖到了。那这大概要10到15分钟吧。那等一下敷完再来看看感觉是什么咯。面膜拿掉了，是还有一些残余的那个精华液在脸上，然后我刚刚有稍微这样按摩了一下，那现在感觉还是有一点点黏黏的在鼻子这边，其他的是还 OK，或许等一下就会比较清爽了吧。那但是前后的我忘记录了，所以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惊奇，我看一下哈，金钱调理面膜是这一款鼻粉红色的。那它最主要的作用是细致毛孔。它这边是写说，因为生理期来前的7到10天，
就是痘痘会一颗一颗不给面子的冒出来。然后呢，因为这段时间可能男性荷尔蒙增加，皮肤比较容易出油，然后角质比较厚，所以粉刺痘痘和毛孔粗大也可能会形成。那这个呢，它的作用就是细致毛孔。那惊奇调理面膜是这一款紫色的 W， 那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净白补水。那他说生理期的这一周呢，皮肤是比较干燥暗沉，黑眼圈容易冒出来，那脸上的斑点也看起来会特别明显。那是因为人体荷尔蒙变化影响新陈代谢还有末梢血液循环，所以体内黑色素比较不容易代谢，那黑色素在这段时间会比较容易沉积，然后看起来也比较，就是斑点看起来比较明显，肤色也会比较暗沉。那所以这一款呢，最主要是净白补水。最后一个就是今后调理面膜了，那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保湿修护。那它是说呢，女性的身体在经历每一次的，就是每一个月的生理变化，它会就身体会比较疲累，免疫功能也比较差，所以脸部会变得比较干燥，纹路也比较明显。我想应该是，你看。纹路真的比较明显，然后这个时候肌肤会比较需要的是迅速的补充水分，然后锁水，让肌肤可以恢复细致和弹性。所以呢，这个时间的重点是放在保湿修护。那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敷这三款面膜的敷后感想。我觉得敷起来就是，待会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那个照片。它整张，可能我的头比较大，它整张是刚好覆盖住我的脸，它没有多出来的，就是还可以敷到脖子这边没有。然后在耳际这边的话，它的那个可能不够宽，所以它没有完全盖住这边。那但是它是很味道还蛮香的，然后我觉得也很滋润，就是它很保湿很滋润。那它的三款的香味我觉得闻起来都是感觉好像是一样的香味，就是闻起来都差不多，然后敷的时候是很享受的敷。那敷完我也会觉得皮肤看起来是比较细致比较水嫩一点。那有没有很明显的不同？我没有特别的感觉，就是我没有特别感觉到不同。但是我觉得它跟其他面膜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纸张稍微厚一点，而且它很服帖。那有些面膜它是很水，那敷上去这边都会掉掉，就啷啷那样子。那这一款面膜可能是因为它刚好覆盖住我的脸，所以它没有啷啷的部分。不过它也不会很容易像其他面膜很容易就是旁边会翘起来，它也没有。然后它的那个纸张还有它的精华液摸起来是很滑润，就是敷起来整个感觉是很享受的。那每一次敷完，它其实包装下面都还有一些剩余的精华液，那我不喜欢弄得全身湿哒哒的，所以通常我都是面膜敷完然后我就丢掉。那如果手上有多余的精华液，就从面膜上面摸到的那剩下的精华液，我会把它就是在擦到脖子上或者是背部这样子。所以大体来说呢，我觉得我个人是还蛮推荐这三款面膜的。那它一盒好像是399吧，台币399块。那里面有几片
我有一点忘记，好像是十片的样子，我有点忘记了。有可能是经期四片，前后各三片之类的吧，我忘记了。大家可以去姐妹淘的，应该是奇摩的购物中心之类吧，我等一下找到再把他们的那个连接也在 info box 给大家看，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看看。我个人是还蛮推荐的，所以我回德国之前应该还会再买个一两盒吧。多付几次或许效果会比较明显。然后因为我其实没有每天敷，大概是隔两天敷一次这样子，因为我想说它也没有那么多片，然后敷太密集或许也看不出很大的效果，所以我大部分都是两天敷一次这样子。那今天分享就到此结束，就这样，谢谢大家，拜拜。